者什么玩意儿学打鼓，然后他只能利用孩子们去上课的时间，他有他自己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看着博瑞的妈妈，都会想到我自己的妈妈，好像所有学乐的孩子的妈妈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用心的栽培孩子，然后只能利用我们在学校的时间，然后他们才可以来做自己的事情。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博瑞为我们带来布鲁诺的吹水，我们掌声欢迎博瑞。